你有电话吗？你吃饭了吗？我那儿有吃的，吃了，喝过水。不是，你要是有电话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家人打电话。你记得你家人电话吗？谢谢。你口罩要不要？不是，你有困难你就说。你家人电话记得吗？你把你家电话说一下子行不行？啊？你把你家电话说一下子。不能你的，你老公的，谁接的都行。不用害怕，没事。你有没有身份证？身份证有吗？身份证号有没有？你家是这附近的吗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他会说话，不是说话会不会？说话会说，会说。我昨天。